一个企业寻求效率，测速的经济度是一项敏感的项目。中油公司为今日开始动员全国2000多间的加油站展开公测整洁酒的活动，将优良的公测文化推广至中油系统的加油站。婚礼馆部分，中油今日就是选择好买的英美加油站来举办活动的起跑仪式。中油体系的加油站在今天，从今天开始同步举办推广优良公测文化的整洁周活动。从此刻开始，就是全台同步，就是主要就是要抛砖引玉，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推广这个优良的公厕，借以提升整个企业的形象。婚礼馆政府今天也派员出席这项典礼，鼓励馆内加油站会当推动优良的公厕文化。馆环保局人员也呼吁公厕的使用人要珍惜清洁的公厕环境，以及维护公厕的人员。我们的公厕需要很多很多人共同来参与，那我想定期的一个清洁维护管理是相当重要的。那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加强来宣导我们公厕使用者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如厕文化。那也要感恩惜福我们公厕打扫人的一个辛苦。管环保局人员阁表示，公厕的清洁一直是管府重要的环保课题。环保局今年毛针对加油站甲公家单位举办一项公厕的清洁竞赛，提升地方公厕的素质。我们今年我们也办了目前正在办理当中，就是云林县公厕的一个环境清洁维护的一个竞赛活动。那我们今年就先从我们的加油站，目前有193座，还有我们的公家机关有146座的一个公厕来进行竞赛。对于这项公厕清洁酒的起跑仪式中，主管人员也特别在会场上示范正确的清理作业，给大家参考。记者尤明伟采访报道。